传这里吧。应该还是带一个太极拳进去吧。这个不是破防的，看看。什么？在这。十七，感谢九老板的奥特曼滚屏啊！看看这刷了多少了。感谢九老板，感谢九老板啊！九老板，你别点错了，点成6666个了，一个个刷就可以了，不用客气啊！感谢大家的免费的礼物啊！我先改按键啊，一会儿一一道谢啊！100块都没，啊！九老板也是好久不来看我直播啊，一看直播就套路没了啊，改一改啊。太极剑，先试试威力吧。侠客令在哪？哎，这东西搁哪了？哦，在这，应该是六破五，不是六破五下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放手音乐啊！哦，现在吃馒头都变成这么快了。感谢这个低调的这位兄弟送的100个萌啊！啊，对，混元出血啊，美特斯邦威啊，有没有冰火岛的朋友来给一个篝火的？这号会被怼吗？不知道。有没有篝火的？有篝火的朋友来个篝火，就感谢一下你啊。有吗？好，先进去试一下第一局啊，也是好久没有去玩九阴真经了，可能是一下子适应不过来啊。只要不卡，只要帧数不跳，我就感谢了。出浅加招不知道啊，不学啊。这号也是稍微的有一点点让我们吃碳的意思啊。感谢，欢迎环太极啊，欢迎守护环太极，感谢九方送的礼物，感谢萧小送的萌。感谢九老板送的奥特曼，感谢滚刀，感谢勇哥，感谢低调的这位兄弟送的100个霸气。哎，为什么你送的100个霸气我这哦有显示有显示？感谢九老板的奥特曼滚冰，感谢坑湖啊，第一把坦赢吗？感谢黄太极送的一个挖掘机。我好久不直播，一直播好多礼物哦。感谢黄太极啊，今晚有活动啊，今晚什么活动？感谢九老板的10个动感光波。好，第一把直接是坦赢啊，看第二把。
好，看看下面一局啊。好的，也是感谢给我上的篝火的这位兄弟啊。看看啊，来来来，篝火，等一下篝火，哦，应该是这个啊，看这个样子就是给我上篝火的这位朋友，感谢你啊。哦，还是大篝火啊。我梦幻吧，怎么说吧，就是说玩了这么久已经成为六九第一了，就是说感觉没什么追求，还是感觉回来玩玩九零吧。六九那么好，第一，呵呵哒。毕竟是新区嘛，对不对？当几天爸爸是几天爸爸，证明当过，对吧？今天很稳定啊，让我送的开壳档就特别。看他又没人，全是福利局，不是吧？但是出了一个无级别链子没买到啊，不扯没关系啊，这九阴啊，扯九阴啊，就是说。这边的话你们有需要卖号的，就是说有需要你们卖号或者帮你估这个号在你们那个区值多少钱的，你们可以找我啊，这边的话可以帮你们，知道吧。怎么一下一吹牛逼就200多了，九阴啊九阴啊，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啊，这个老是没有人也是有点烦啊，希望遇到一个不是躺赢的。你们可以就说加一下我的粉丝群12886822，不幺二，不我看看啊，12886864啊，加一下这个群，然后私聊第一个直码，然后就是我私聊我之后，把你们的号告诉我或者哪个区告诉我，到时候可以没事的时候。直播的时候帮你们估一下这个号，让你们看能不能卖出去啊。12886864啊，12886864，来个宝贝，帮我挂一下二号麦，好吧？啊，欢迎兔子啊，兔子那个叫人家空店。你们有号的话，等一下就说，我看几点钟啊？几点钟？5点钟之后先播播天气，好吧？5点钟之后帮你们卖号啊。
看你看啊，对面也是一个萌萌的和尚。我用双手成就你的梦想。看看这一局啊，啊你不会玩，不会玩光我卵炮的是，我看看这个是冲锋是吧，其实我也不会玩出侠试试对吧，第二次玩上早上直播过一回，这第二次啊，感谢剑舞三十个萌啊，群说不了话，你们要私聊我啊。一个修罗刀破个防粉，哎这怎么没打飞啊，感谢剑舞的一个小苹果，击倒没有击倒，抓一个，为什么打不飞啊，这为什么打不飞啊，有 buff 啊，哦和尚超忘记了他是和尚，不知道我是火员工吧兄弟，先给来一个野马分钟，好没办法啊，开个太阳换个护腕，操不是闪避就是没 buff 真的吗，日了狗了，万恶的和尚他要过来眩晕吗，我估计我现在打他会解除的，看到没破个防没 buff 了，我试一下一坨子粉了多少，哎现在别私聊我，我现在的聊天已经够多了，等直播完啊兄弟们你们等等，我看看啊，号已经单机卖了，空哥我是想买号的，但对冰火岛的号不了解，在公示期是君子堂摆了4800，我一会儿帮你看一看，你过去把配置发一下我。有单机卖的仓和血海要卖吗，有的蜜啊，正好有一个单机卖的打狗配仓和的，好像没血海，看看啊，哦一个眩晕火员工没有解啊，这号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就是这么脆啊，等等等等，不是4800的单机卖，4800的是一个君子堂的一个号，哎怎么感觉又有点卡卡的，他这个还有点不好弄啊，他能解我 buff， 野马拍一个把他 buff 拍出来了，现在应该能打一套，看一下怒气，破防再来一下一个大招，哦直接被反冲锋了，也是网速没有对面好，对面出了一个特效，
他爸不给他解了，天马一个。毕竟这号火源是六四啊，实力应该是在正骨受精。感谢少年的六啊，没有看到兄弟，不好意思，选晕一下。我想先把他 buff 先拿下来，来个招架啊，结果直接被人家一个大招啊。好，特效也是出了，抓一个风招过防，再来一下，看看他还多少血，那缺尾一个，正好一个眩晕回复了一波的血啊。其实又是一个无效啊，少林内功也是着实比较恶心啊。抓一个切击紫霞，死。这紫霞的负伤也感觉不够啊，紫霞是六四的，火源也是六四的，他这套应该是正骨受精的实力啊。一会儿啊，一会儿啊，你们这个卖号的等一会儿啊，一会儿过来帮你们卖号啊。刚才刷礼物的这些啊，我一个个感谢一下，刚刚也是没有看到。啊，也是感谢。感谢那个小八啊，也就是说八爷送的这些浪，当然还有一个送六的，感谢年少啊，也是感谢一下年少。好，地瓜一会直播你的话，金蛇不会的话也能玩嘛，对吧？毕竟打一万一的。感谢这个萧九的这个一百个浪，换一首音乐啊。哦，萧小，我看一看啊，是萧小。我第一次喊你是喊的萧小，不是喊你的九，对吧？不好意思啊，给你名字喊错了。那你再刷一组一三一四，我重给你喊一次，好吧，兄弟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感谢汉子的188。感谢啊，感谢感谢，感谢肖小的一百个毛啊。感谢这位低调的兄弟送的五十个短啊。空照玩金蛇是风不可挡好还是翻得很好？金蛇的话，其实金蛇的话翻腾的话会好点吧，他打出来的时候或可以让人家无法招架，这个时候直接穿不就好了吗？应该是这样的。我这个，哎，现在的虎牙直播改了吗？我怎么变成一级了？是什么东西啊？早改了。
那我怎么能变成二级呢？哦，升级任务，我看看啊，任务开始，点赞，你们要点赞是吧？点一下赞，看看啊。哦，你们要点赞是吧？好了，升级了，升级了，升级了。啊，好，偶像啊，看看对面的话，哦，雪杀刀法是吧？这边是爱的供养低阶版啊，对，出去啊，试一下。这边是狂风刀骑手啊，火黄没有割刀，为什么他上来就直接揽刀架？哦，抓一截，再抓一截，再抓一击，哎，这下没打飞，有点坑啊，倒地，完他估计要拽过来。日了狗了，玩一个大招吗？好痛啊！这号我怎么感觉如此的之脆啊？有感觉吗？一杆金击飞，再来一下，好，希望不要，希望能接上一下，一二倒地，他这天马出来了吗？不三环，我感觉我应该会被他一个大秒了吧，这号主要是有点脆啊。又是狂风吗？应该能隔挡吧。我日了，操，应该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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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应该会捆吗？还是切赶尽捆，这都不解，我操，被带走了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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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日了狗了，再来打一局啊，盗版混元啊，用的六四层混元啊，抓一个，我为什么这一锤老是打到隔挡上？哇，哪里跑，操，闪避了，
叉。打格挡更好吗？我问一下，打完格挡的正常连招是什么连招？正常是破防对吧？破完防然后放个这个，然后打一个猛虎对吧？哦，破个防，这一拳应该比较痛啊。破防，再打一拳，哦，好像是这样的啊。这一拳应该能打飞吧？兄弟，不要打我格挡嘛，兄弟，开个太极啊！这是封招了，在抓，准备抓一击啊！哦，太岁般的意识捆啊！不愧是我浩哥的粉丝啊！哎，又没打到。没有，他真说是你粉丝啊，太帅！我不骗你啊。哦，这个破防出神入化，先买一个吧。一拳破防，这时候有风招，等一等啊，再打一拳。我他妈怎么老打不准啊？又他妈没打准，最后我只能用这个来终结你了，大兄弟。野马分钟结束，拍摄我给你看看啊。我他主播我嗯，拍摄真的是啊，偶像。你这么打粉丝好吗？对不对？用 3D 模式肯定打不准吗？有这一说？是不是？那等于说我选这个套路就是个错误了吗？怎么批注？批注啊！找葛平是吧？
感谢时光。哦，遇到一个。我问你们，深不可测是不是？我打他会开那级都会 miss 啊？这打个软炮，我是威震寰宇啊，我等级低了。没关系啊，要有练剑精神啊。嘿，怎么了？你侮辱我吗，大兄弟？嘿，是个杀不可辱啊，兄弟。估计是没选套路啊，如果没选套路就代表他是来狙击我的，因为可能就是说换了一个人上，对吧？就是说看看第二把，看看第二把，那他是为啥盗号的来送分的？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想把我快速的送到10000，然后用10000的来狙击我，这是第二种可能。欢迎小老板，真的好像3D 打不准啊。感谢这个君一晨送的188个霸气啊。九阴魔是不会玩。感谢浮光。哎，虎牙是用来干嘛的？送我虎牙是用来干嘛的 ？OK， 帮我升级是吧？虎牙，你们点点虎牙试试，帮忙升下级吧。这现在都是零级了，啊、哦，11000了。感谢君一晨送的66.6啊！一天只有一个吗？那怎么人家经验值呢？
我还不能开任务，我还不能开任务。我操，六嘞，六嘞打我他妈四嘞。经验满的才能开，经验满的才能开，应该是。这人血杀拿过五绝，本章专辑由 DJ 小光派全力打造，永久 QQ 379854-1。真的吗？这么猛？换首音乐啊。看他玩雪莎还是玩破脸啊，应该是破脸啊，破脸我咋打呢，我还不好打。我操，这破防真的是出神入化。他网速也是可以的，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最重要的一点问题？就他蓝旗掉的很快啊，但是我他妈血掉的有点快啊，但是其实还好啊，他蓝相比而言更快啊，但是真他妈日的狗。哇，还有残阳，他这是要干嘛？我操！冷却把他这个时间先怼过去啊！
他也不吃空开。流动的水没有形状，需要流动风扫摸到踪迹，任何案件的推理都取决于心。果然被定了。又被盯了。我日了你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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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破连太恶心了。哎，要是能快一点的话，网速快点的话呢，能反冲接这个锤的话还是能打，的确破连不好打。猛虎操，没按出来。先把打断了，兄弟们。紫霞带走了，切紫霞了，但我前面我肯定不敢切啊，前面切了之后你没路嘛，就算靠紫霞的这个额外的150对吧，应该也能打死啊。你看这个破防完全就是反应不过来啊，就是有点像以前的三 D 卡破防的那种感觉。防不胜防。开住了。又切，切完之后再打一套。这都没打到，日了。这他妈能怎么办？关键的一个招没打中。不好打，我在想我要不要跟他刚呢？刚啊！风招一下跑，天马肯定是要天马的，但是你们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一波我要打。其实这一波不亏啊，这波真不亏。让他抱一抱。
拍住，他妈的他要缠羊。破，操，他妈的网速比我快，没办法，哎，差一丝血啊。大招吗？大招好像是14层的，初级好像都是14层的。这个号是只有那个，只有火源功可以用啊，没有其他内功可以用啊。好像还有个武当的36层的内功，这个用了的话没有火源好吧？应该没有的。对，的确有点打不死人的感觉。五类没有练，五类也是36，五类不行啊。紫霞不行，紫霞不行的。火源64肯定没有五类49好。火源64是震骨缩筋的实力，也就是说四类的阶段。像这个人的实力就应该跟我差不多。我怎么感觉这局有点卡了啊？好了，这个人他的那这个号有点太屌丝了吧。求知啊，有内功，这个阶段的内功还没修满的话就有点坑了。看看啊，应该是个求知，抓一个破防，我操，直接来招架。我操兄弟，
这我必须得给你个野马分钟教育你，不能这么打招架啊。看一看能不能接上，可以啊，刚才这么接他就死了。这兄弟就是一二三一二三上去就是奶招架，跟傲娇有点像。傲娇哎，抓一个闪避，大兄弟，一二破防啊，你不会站哦，这兄弟表演杂技啊，再来一拳魁星踢斗，破个防，这兄弟有点帅帅的、啊、感觉，破个防，要贴满了啊，破个防，哇、哦！看一下几层出墙啊？十四打十四层，他没练上去啊。对面的确是不会玩啊。他的这个应该是。过去之后等一下破防，靠着这个无法招架的这个 JD 封完招之后再冲再接，满身十六层，这个武学的话其实吧还行吧，不能说特别屌吧，但是你想玩极限什么都是比较屌的，只要你有宝物啊。一会玩完杨过的那个金蛇刺那个号，好久没有上了，不知道改成什么样了。嗯，这个我不太清楚啊。初剪是阴柔吗？我不清楚啊，我看看需要多少。这个拳法屌不屌？也不多啊，五十多万。好，遇到一个许三刀的一个玩家，
怎么又不打？哦，有思路啊！破个防，他这个话五类的五刀应该是这个人回心把四九暴虐了，四九玩的什么？那四九玩的什么号呢？不累血大刀，下去跟他说一下，为父为他报仇了。哦，是对你伤害太高还是我太脆啊？这也行，我真他妈醉了。不拍他吧，不推他，先玩个吧。他真的是不怕我推他，可能是觉得我比较屌丝吧。应该是在，怎么可能推到这边来？这错位错的，完了，估计要被连死。看看，应该还有个路。这把应该是输不了啊，他应该没得了。操！太脆了吧！不能轻敌，不能轻敌啊！第三局，第三局，第三局，换首音乐啊！真让人揍的。但是他连四九的话，应该不能怎么样？我操，他能这么打，我他妈也是服了。我去了，再给我错位一个，再给我错位一个，还好往前跟了一步啊。死了。这不是直播把翔吃了，这要是能活的话，直播瞬间吃翔。哎，这是个意外啊，这他妈的，哎，
等等啊，等等啊，再他妈闪避一个，看看啊，先推一个，推一个，不死，是不是？我说这局，我说这局如果的话，对吧？如果他还不死的话，就给翔吃了，对吧？那不死了吗？不是啊，其实就说的话，其实我倒是无所谓的啊，主要就是说，很多看我的直播的朋友就是说，都在吃东西，知道吧？怕恶心到大家，所以说留着下一顿吧，好吧？我们要为的那个观众着想嘛，对吧？嗯，这样不好，这样不好，这样不好。等私底下好吧，私底下啊，私底下。私底下，私底下，私底下。嗯嗯，看看这一局啊，看看这下遇到的谁啊？这个日狗狂魔啊，那个宋冷萌啊，感谢一下。好饿呀、啊。看看啊，这个，对，连击改回来了，对，是个破连吗？抓一个，我出招有延迟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再来个破防，血鱼吗？抓一个，我感觉出招有延迟了，一百多了。真有延迟了，刚跳了一下滑。破个防。他估计还要过来破防吗？有点卡呀。
为什么这么喜欢奶烧架？哎呀，爸爸怎么没粉他一股的？完了完了，这逼赚大了，这逼真赚大了。就刚才我冲锋冲上了之后，我放猛虎的时候瞬间给紫霞切了之后，结果他们没打中，我又是破连，妈妈哟，我操嘞！我拉开距离，我用什么打阿虎？我都是徒手冲到人面前去打的。我反不了他的冲锋的，他要能冲第一个，我能反的话，就说冲锋时刻虚的，就冲锋之前的冲锋放虚招的时候，我要能反的话也能打，但是我发挥反不了啊。因为我只能贴着他去打，对吧？而且一套两套打不死，被他一套之后就动不了了，换个九宫都能打打，希望还遇到他。Yeah.
你要是我用雪莎刀的话，我可以卡一卡他的那个三米冲锋，卡一个闪避，对吧？然后抓个赶尽，然后出个毒，打一套。我这个就是一套一套的近战去打的，没办法的。雪莎刀稍微还能打打，但是像这种近战的武学的话，就是说必须得脸贴脸跟他去搏斗的这种武学就不好打的。看看又是福利局吗？是不是又是那小子啊？他没进来啊，进来的话我就用九宫跟他打了。看一看还有天津次数没有？